两百个大洋买的，不知道值不值，看一下有多少肉啊。哇，这个还行啊，这个肉给拿出来，好熟啊，哎呀太熟了，哇，这个榴莲已经熟透了，看一下这边，这个里面没有肉啊。哇，这里也有肉，天哪，这是两房肉的是吧，看一下这边，哎呀，哇，这肉特别熟啊，幸亏戴了个手套，看一下这边啊，这个是金针的，哇，这块肉最好，天哪，你们说买的这个榴莲值不值，哇，这肉来吧，哎呀太香了，闻着臭吃着香啊。